你好，你是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张维维是吗？对，是我。我是检察院经侦科的李小凤，我们是奉检察长之命提前介入这个白骨案子。现在现场是什么情况呢？张队，经过初步检验，可以确定，挖出来的白骨。 是一具年轻女性的尸骨，年龄大约20岁，估计死亡时间在10年以上。你们看，颅骨上有一处凹陷，可以推断，死亡原因是因颅脑损伤致死。姑娘曾经做过手术，有一块外科手术留下的钢板。在我市的这个有待开发的原始森林内，有人发现了白骨，因为一具10多年前的女尸。最先发现这些白骨的是两个在校大学生。 警方在接到报案后，立即介入现场进行调查。有关案情的进一步发展，我们将继续跟踪报道。陆总，您交代我的事儿我已经办完了。合同第12条，照我的意思尽快修改，我急着要。 好的，陆总，我这就去办。小凤啊，介入白骨案之后，侦查监督这块你要抓紧，工作要做细做实。 静远，哎，你公诉科在引导侦查方面，还要下点功夫，多跟小凤、张维维他俩商量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又来干什么？废话，我没事，我找你干嘛呀？这次又要多少？100万。 陆润堂，您没资格讨价还价。这是20多年前外科手术所采用的材料，目前这种钢板已被淘汰，被合金取代了。而且当年做过这种手术的大夫现在都已经退休了。那您现在还能联系上他们吗？知道你们要来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这是当年做过此类手术的所有大夫的名单。好，谢谢您，我们立刻去调查。陆润堂。 现在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给我算计？我告诉你，李芳的事可马上就要暴露了，我要100万多嘛，给钱。古大夫，您确定没有做过这手术吗？什么情况？ 古大夫他没做过这手术，哎，那不是嫂子那头的人吗？马健啊，啊，速度多快！金老，您确定手术是您做的吗？没错，手术是我做的，她是个姑娘，名字叫李芳，我还能记得。李芳，您为什么对这个名字印象这么深刻呢？她是个打工妹。 你想，20多年前，这种外科手术费用是比较昂贵的，而一个打工妹能够承担这样的手术费，也是非常罕见的。这李芳当年
在什么地方工作，您还有印象吗？茶厂的河口的何红茶，产自于武夷山的北坡，是阴茶。由于山上的云雾多，湿度大，所以呢，它的口感比较润滑，余香呢也比较持久，也是中国最早出口西方的茶。 来，尝一尝。静源，你到这儿干嘛来了？等你啊。等我？什么事儿啊？你可别误会，我是有事儿跟你讨教。有事说事儿。白骨案。接着说。这个案子对你我都很重要，这你不反对吧？不反对。办好了这个案子。 我刑警大队副队长也许就可以扶正，而你那个检察院的公诉科副科长可能也能扶正，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差错，必须排除所有的干扰。首先，就是要做好你妈妈的工作。这事跟我妈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两个不得不在一起工作，这是组织上的安排，不是我个人的要求。 所以说这一点，我得当面跟你妈妈说清楚，省得她误会。 但同时呢，我也相信我家儿子绝不会重蹈覆辙的。阿姨，那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薇薇，阿姨呢？还有话跟你说。嗯，我知道，你跟我们家儿子呀，那不适合做夫妻。 但是不妨碍你们俩共事儿，阿姨特别赞同你的看法。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希望你说到做到，哈，来吃点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阿姨。哎，薇薇，不吃了，不请自来。 找我是为了了解李芳的。对，李芳是我们茶厂的，我们茶厂漂亮的姑娘不多，李芳算是最好看的，外乡人，白白净净的，挺漂亮。 还有什么？他和我们厂长有一腿。你们厂长？陆润堂。陆润堂，对，他是个风流种，一直没结婚。 脚踏好几只船，李芳只是其中的一个。那后来李芳怎么样了？失踪了。钱你已经拿到了，为什么不把事情处理干净？人算不如天算，我也没有办法啊。现在事情已经兜不住了，你赶快给我走，立即马上。凭什么是我走啊？
你的事儿大，我的事小。陆总，您说的没错，现在让我消失的无影无踪，对您来说确实是最安全。我又没说不答应你。不过呢，上回你给我那100万只是封口费，这回你是让我跑路。你知道，那跑路的花销是很大的。 大江，有事吗？哦，董事长，我可能不能再帮您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没有，是这样子啊，董事长，我一朋友在中东做生意，想让我过去帮他。另外呢，我也想趁自己不算太老的时候出去闯荡闯荡。大江，去吧。如果要是混得不好的话，就留在那边；如果要是混得不好的话，再回来。哎，谢谢董事长，谢谢董事长。 带上点连四纸，像这样的连古法造纸，恐怕在世界上也都快失传了。行了行了，别看了，人都已经走了，我东西呢？ 静远，昨天我收拾房间的时候，发现还有伟伟的东西。我知道，几件衣服吧。当时他走的时候忘了拿。啊，嗯，你看这次你们又一次合作了哈，抽个机会把东西还给人家，免得误会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你说，一个女人。 不愿生孩子，给个男人愿意娶她呀？哎，伟伟说的对，公事公办，那在一起共事呢，就要有一个共事的样子。对，顾副科长，是伟伟查出来的，陆润堂的嫌疑最大。对了，陆润堂是当年查厂的厂长，而李芳就是他们厂的职工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 你怎么才来啊？陆润堂那边什么情况啊？20年前他就离开了本地，把茶厂关了，去外地发展。他原来是在哪个茶厂？东山茶厂。东山茶厂。对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那陆润堂离开的时间和李芳失踪的时间，他们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几乎是同时。李芳失踪后不久，陆润堂就把那个挣钱的茶厂给关了，你不觉得很蹊跷吗？ 是啊，对了，耿会计还说陆润堂当年喜欢过一个很漂亮的女人，这个女人是诗歌队的。诗歌队的。嗯。嘿嘿嘿，过去了。 郭静远，我是真讨厌还是假讨厌呢？男女授受不亲。你妈说授受不亲就授受不亲哈，你真是你妈的乖儿子。喂。
有请陆总为大家讲话啊！我想和你们谈谈人生、理想和爱情。法国著名大作家卢梭说过一句话，我特别欣赏：人生而自由，何必处处披枷锁？我们的人生有太多太多枷锁需要被打碎。请问在座各位，你们懂什么是爱情吗？我的爱情观就是。 大乔发生事故，是你。哎，大哥，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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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早行吗？你看，女主角漂亮吧？挺漂亮。嗯，人不但长得漂亮，而且特别贤惠，对人家婆婆，哎呦可好了。这女人，她就是要生孩子的。 喂，怎么了？靖远，陆润堂露头了。谁？陆润堂。靖远，江子已经被公安机关刑拘了，下一步就看你的了，千万别给我掉链子啊！江海棠，你回答我两个问题：第一。 你跟陆润堂是什么关系？第二，陆润堂跟李芳又是什么关系？我给你看样东西，看清楚了吗？这是你前一阵子跟陆润堂的通话记录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 你说你多好呀，姑娘，你干嘛非要跟陆润堂那王八蛋？
你要跟我，至于死这么惨吗你？ 李芳，李芳，我知道你死冤枉了，不过害你的可是路人，他不是我呀，我求求你不要找我，你要去找他呀。当初你为什么要把李芳的尸体放进树林里？我喜欢他，那地方环境挺好的，依山傍水。那你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？我就是想弄点钱花。所以当时。 你办完这件事之后就直接去找他了？没有，我想要找也应该是他来找我。不过我没想到，那家伙连东山茶厂都不要了，一个月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20多年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。那后来你是怎么找到他的？很偶然，在一次看电视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竟然发财了，成了企业家。 于是，我就去找他要钱。你凭什么让我相信，李芳当时从楼上掉下来的时候，就已经死亡了呢？当时我走到他身边的时候，他已经断气了。哎，静远，你不会以为是我杀了李芳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为了弄点钱，我才把他给埋了的。 谢谢你啊！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搞到了那么多有效的信息。你嫌弃我还是挺……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我知道。 知道，你知道你妈妈不喜欢我，她想要一个贤惠听话的儿媳妇，我又不肯生孩子。哎呀，你老说这些干什么呀？我说这些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妈妈也有她的问题。你妈是一个矫情的文艺老青年。哎呦，我哪有啊？郭静远，你够了啊！你别走！哎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郭静远，你发什么疯啊？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凭什么跟我发脾气？你站住！你站住！你把话说明白。 不愿意说，我知道了，是我替你妈妈冲着你痛处了，是不是？好啊，我们今天就把话在这儿说清。喂，路人堂投案了。好，我知道，我马上回来。路人堂投案了？啊？哎！ 公安局的张维维，检察院的郭静远。路润堂，李芳当年就是从这栋楼上摔下来的，我俩在办公室吵架，吵到阳台，她自己跌倒的，事实就是这样。你当年跟李芳为什么产生争执啊？风流啊。
风流人的祸，我在办公室里加班，他来找我，说他怀孕了，逼着我跟他结婚。我当时没有答应他那么快，他就跟我吵了起来。后来我下楼来找李芳，没有看见，没看见他，那他人呢？ 不知道，你主动来交代情况，你是受到什么压力了吗？没有压力。你跟江海涛是什么关系？他原来是我茶厂的职工，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。你当年为什么不答应李芳的要求跟他结婚呢？我不爱他，跟一个你不爱的人结婚，那很不道德。 你爱过别人吗？爱过，很多。人为什么要从一而终？人为什么要被理性束缚？说得好，陆先生，你确认这一生之中没有真正的爱过一个女人是吗？对不起。 李芳当年失踪，局里面没有报案记录。失踪以后是否死亡，没有人知道，自然也就没有立案。根据法医的鉴定结果，案件发生距离现在在20年左右。陆任堂是否能够被追究刑事责任，就要看案发时间是否卡在有效的追溯时效之内。追溯时效恰恰也是20年。 如果超过了20年，我们就必须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，这难度就太大了。所以，我们俩现在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确定作案时间是不是卡在20年之内。陆润堂，你看一下这张照片。李芳当年失踪以后，她的母亲悲痛欲绝，很快就死了。 练吧，当然了，这里有我的茶厂，有我的爱情。爱情？有人等你20年了，难道这不是爱情吗？这个陆润堂就是伪君子。
按照他说的这个时间，超过了法定追诉时效，没有新的证据，很难将他绳之以法呀。请讲，是我。好像是23号，那天我给李芳拆的钢板。那天也是我女儿出嫁的日子。金老啊，您的这份证言对我们非常重要，它直接关系着犯罪嫌疑人是否要被追究刑事责任。您是不是再好好想想啊？或者，您跟您的女儿再确认一下。怎么，你怀疑我人老了，记性差了吗？真是荒唐。喂，喂，检察长，郭经元，如果超过了20年法律追诉时效，就难以追诉了。检察长，这个我知道，可是咱们可以合力而为啊。你以为那么容易啊？现有的证据能不能证明陆润堂有罪？你有多大把握？我没把握。只能由公安机关给他办理取保候审了。好，就这样。沿着江岸，金光局和女贞子的红绫正煽动着新的背叛。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，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。你也喜欢诗？我是诗歌队的，我叫郭婉欣。我叫陆润堂。喂，婉欣，婉欣，
哎，出去啊？我想出去买点东西，啊，一会儿再去也行。嗯，来，喝点茶，我新泡的。哎呦，还真是渴了。哟，这白骨案你也知道了？那报纸上都登了那么多，我能不知道吗？这个陆润堂已经被释放了，你有什么想法啊？瞧你说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无所谓了。你呢，是办此案的，只要符合法律规定，你别犯法就行。啊，对了，这两天单位太忙了。我收拾点东西，这两天就不回来住了啊。又不回来了？对。那你多穿点，别着凉了哈。好了，知道了。我去买点东西哈。你还好吗？对不起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直没能来看你。我理解。婉欣，其实我一直都没能忘记你。是了，与你无关。婉欣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，如果有一天回来，我一定娶你。润堂，没脸见你。婉欣，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？800年前的南宋，我的祖先陆九渊、陆九龄和朱熹就在这里展开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变。嗯，鹅湖之变我倒是听说过，那他们变什么呢？鹅湖之变就是诸陆之变，论题为《道问学》，朱熹认为格物致知，他主张多读书多观察，根据经验加以归纳得出结论。他也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精神就是理。那你的祖先陆九渊和陆九龄呢？我的祖先陆九渊、陆九龄以心为本，觉得世界的精神就是心，心生万事万物，发明本心。他也觉得我们不必多读书，也不必忙于观察外面的事物。陆永堂，你知道我爱你整20年了，人生有几个20年呢？过去的，咱们就让它过去。咱们能不能从现在开始，正大光明的爱着？全城瞩目的
的白骨案告一段落，因该案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20年的追诉时效，犯罪嫌疑人陆润堂已被取保候审。喂，郭检察官吗？我是金大夫啊。啊？真的？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哎，你怎么了？陆润堂原来说的案发时间是错的，金老刚才证实了，说案发时间是10月23日，而不是原来说的4月23日，整整比原来的时间往后推了6个月。婉欣，茶已经泡好了，我在等你。润堂，我爱整整20年。你们又在这里折腾什么？弄好了再抓人呢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案发时间是在1994年10月23日，比原先确定的案发时间整整后延了6个月。也就是说，恰好卡在了20年的追诉时效之内，你应该被起诉。我有罪，那么年轻的女孩因我而死，我对不起她。你说。爱上了别的女人，你说。喂，耿会计。耿会计。你好，你找我。这是文艺汇演的时候拍的，照片里的人就是陆润堂爱的人。你怎么有这个照片呢？我拍的，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。谢谢你。
微微，你今天找阿姨有事儿？阿姨，您认识陆润堂对吧？陆，哟，怎么想不起来了？不认识。孙律师，我对以后的事已经做好了安排。这是财产的处置方案。陆先生，你过于悲观了。孙律师，事到如今，就算是不判我死刑，我也得老死在监狱里。在命运未卜的时刻，哪一个女人最让你留恋这个世界？那就为了和痴心的女人共享荣华富贵，好好努力吧。白虎案在媒体上也报道了不少，阿姨呢也从中呢了解到一些。我知道这个案子对你和靖远来说非常的重要，你如果想知道犯罪嫌疑人陆润堂跟阿姨是什么关系，我想你无需去猜想。阿姨今天就告诉你，我和陆先生，我们年轻时认识，只是朋友而已。阿姨，我想您可能有点误会。我这一次来，除了想要向您了解一些陆润堂的情况，我还想知道一点。为什么靖远对这个案子格外的生气？他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这跟靖远怎么能扯上关系？微微，如果你想拿这个案子来达到和我儿子复合的目的，哼，别想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你让我说一万遍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没有推李芳坠楼，是她自己摔下楼的。来，我来念给你听听。是我干的，是我把李芳从楼上推下来的，我有罪。对，当时我感到内疚，所以才那么说的。那你现在就不内疚了是吗？我没有杀害李芳，李芳死亡的真正原因，是我们两个在争吵和推搡之中，是他自己摔下去的。你为什么要说谎？我说了，我没说谎。你要证明给我看不是吗？这么简单道理不明白吗？如果按照陆润堂现在所说的，那他就不是故意杀人，他是过失致人死亡。那怎么了？那怎么了？陆润堂很有可能借此逃脱法律的制裁，你明白吗？我怎么不明白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陆润堂是故意杀人？你光有情绪有什么用？谁有情绪了？谁有情绪了？陆润堂心里要是没鬼的话，他为什么要在案发时间上撒谎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你就这么希望陆润堂入狱是吗？张维维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靖远，你知道我们两个为什么离婚吗？咱们俩现在谈的是案子，好吗？谈的是案子，干嘛老提那些事儿啊？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你妈的问题，但是现在我发现了，在我有限的一年的婚姻里面，我是跟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度过的。谁心理不健康啊？咱俩谁到底心理不健康？好好好，不提了，现在不提。以后也不提，咱们聊正事儿好吗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你说不提就不提啊？今天必须把这问题给我说清楚了，到底咱俩谁心理不健康？我错了，我伤害你的自尊心，我道歉，行了吗？好，现在你说吧，你要怎么办？
那我就告诉你，陆润堂到底是不是故意杀人，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陆先生，你的感觉很灵敏，我了解清楚了，郭靖远就是郭婉欣的儿子。其他的事情我已经安排人去调查了。郭靖远身上带着股杀气，他是铁了心要办我。陆先生，你是不是过于悲观了？法律是讲究证据的。是啊，但郭靖远故意找茬，我怎么办？孙律师，你有没有办法让那小子离我远点？喂，哪位？喂，是郭靖远妈妈吗？我是老郑啊。哦，郑检察长，你好。你现在方不方便啊？咱们聊聊。现在。你想干什么？喂喂，我们家靖远肯定是出事了。郭婉欣女士，您的宝贝儿子出不出事儿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在我的心里可是时刻记着您的谆谆教诲。如果说我试图通过办案达到跟你儿子复合的目的，那绝对是痴人说梦。你以前说的对，我跟您那宝贝儿子是南辕北辙，根本不是一路人。喂喂，我知道你在生阿姨的气，你怎么生阿姨的气都没关系。你想，检察长亲自给我打电话，一定是靖远出什么事儿了，你可要帮帮我呀！郭靖远的领导是检察长，我的领导又不是他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个，微微，我，阿姨，阿姨，我求求你了，阿姨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要帮帮我，好不好？微微，帮帮我。阿姨，既然你这么信任我，那我些话就直说了。微微，你说什么，阿姨都听你的。那好，您必须知道，现在的选择是两难的。但是您不得不选。第一种情况，如果您向检察长承认你和陆润堂之间存在恋情，那么陆润堂提出要求靖远回避的申请就可能被批准。那到时候，靖远就会被换出办案组，那么陆润堂逃脱惩罚、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。当然，如果您和陆润堂之间还存在爱情的话，那你们的希望也就增大了。但是这么做，后果可能是您会失去您的儿子。我懂。第二种情况就是你否认和陆润堂的关系，那么靖远有可能就不会被撤出。以靖远在检察院乃至全市政法机关无人匹及的能力，你跟阿姨出这个主意，不会违反纪律吧？喂。检察长，我已经忙完了，你有时间了吧？出什么事了？坏消息，你要求换郭靖远的请求被驳回了。为什么？检察院方面说，你和郭婉欣的关系无法查证，除了江子和耿会计对你们的关系不予证实外，郭婉欣本人也否定了。不会啊，不
不会，不会。你到底杀没杀李芳？没有啊。你们为什么吵架？她说她怀孕了，非要我娶她。为什么不娶？婉欣，你知不知道，只有一个人能成为我的妻子，那就是你。你笑什么呀？我在想，你给我讲的鹅湖之变与爱情有关系，我实在是搞不懂什么意思。这场辩论实际就是理学和心学之争。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理啊？我们应该从内心出发，由内心做出选择。这就是我的祖先陆九渊、陆九龄所要表达的方式。渊堂，你好像是借题发挥了。远在这个穷乡僻壤，知我、懂我、爱我的人，只有你。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想说什么就说啊。金远，我觉得你应该退出白骨案的办案组。为什么呀？虽然检察院没有同意陆润堂的请求，但是我觉得你应该退出。你现在心里的天平已经失衡了，根本无法保持公正。就这么说吧，检察院之所以没有同意陆润堂提出更换办案人的请求，是因为无法查证他跟你母亲之间存在恋情。你什么意思？把话说完。你妈妈跟检察院极力否认了她跟陆润堂存在任何的感情瓜葛。靖远回来了，来泡的新茶，过来。什么呀？给你买的。靖远，你好久没有送我礼物了，今天这是？给你买的你就穿。哪儿那么多话呀？啊，对了，我报了个旅行团。要出去一趟。你打算去哪儿啊？欧洲。你去欧洲干嘛呀？看球赛，听歌剧，想干嘛就干嘛。那案子怎么办？你不是早就不想让我接手这案子了吗？我今天就去找检察长。
把这事儿交给别人来办。不打算跟陆润堂斗到底了？不斗了。陆润堂到底应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就让他听天由命。那要是你出国期间有了新的证据，你怎么办？交给你了，你看着办吧。来了，谁啊？你好，我是隔壁刚搬过来的，这是一封退信，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家的。啊，是我们家的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慢走。润堂，我们已经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吧？我几乎每天都在想你，想你的每一个表情，想你跟我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尤其是你津津乐道的鹅湖之变。今天我又去了趟鹅湖书院，在那里我仿佛就能看到你，好像直到现在我才刚刚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。我好笨呐，我很想跟你聊聊，聊聊我的感受，然而你在哪里？哎，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我要去趟单位。哎，吃完东西再出去。不了，我那还忙着呢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我想去看电影，今天呢是好莱坞大片儿。挺好。张警官，我敬你。说真的，如果不是因为您同意我因病取保候审，我估计呢，我肯定出不来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法律规定的。不过刑诉法规定，适用的罪名也过了追诉时效。江子，我真是搞不懂，你为什么要挪动尸体呢？当时呢，我就是想抓到陆润堂耍流氓的证据，我才开始跟踪陆润堂。哎，怎么说吧，我其实我也喜欢婉欣，于是我才开始跟踪陆润堂。不过在我跟踪陆润堂的那天晚上，看到楼上发生事情的时候，后脑勺好像闪过一道光。光？什么光？说不好，手电筒、打火机，应该比那个亮。耿会计喜欢摄影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跟他聊过。哦，他呀，不光喜欢摄影，那个老女人，他也喜欢陆润堂。
那你跟踪陆润堂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耿会计也在跟踪他？有可能。奶奶，哎，今天天气真好。哎呦，耿会计，你来了。希望拍到他出丑的照片，让他倒霉。我没有跟踪他，我只是监视他。监视？我们家当时就在茶厂对面。所以监视的时候，你就拍了照片，照片呢？我们俩一块儿的，检察院的郭副科长。照片没了。没了？这些年搬了好多次家，早就不知道丢哪儿去了。那你是否看到陆润堂跟李芳吵架？看到过。吵架的内容是什么？太远了，听不到。那你是否看到了陆润堂推李芳下楼？没有。耿会计。副院长，您，哦，你这有客人啊？是这样，你奶奶这个养老费啊，拖欠时间太长了，你看能不能给结了？真是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您能不能再多宽限几天？我们院也很紧张啊，现在。这照片怎么就都没了呢？你还是不甘心？我能甘心吗？啊，你让我怎么甘心？我对这案子这么上心，你不知道为什么呀？我现在就想把陆润堂亲手送上法庭，送上监狱，送到刑场上去。打我记事开始，我就知道我妈在外面有个男人。我爸就是因为这件事生的病。到最后，我爸是被我妈和那个男人活活气死的。妈妈，爸爸真的很厉害，你就不要去唱歌了，好不好？好儿子，今天是咱们全县合唱比赛，那妈妈又是主唱，不去不好的呀。那爸爸是老毛病了，不碍事儿，你先回家。替妈妈照顾她一下，妈妈要走了。
再不走就要迟到了啊！听话，乖，回家。这件事一直是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梦魇，我忘不了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男人居然就是陆润堂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陆润堂在20年之后居然落到我的手上，很滑稽不是吗？我现在有机会把他绳之以法，可是当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放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却没办法找到有效的证据，我没办法证明他故意杀人。我只能结案，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王八蛋利用法律制度去逃脱法律对他的制裁。这与其说是他的幸运，不如说是我的无能。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呢？你虽然招人讨厌，但是我信任你。这些话憋得太久了，我要是不找一个人唠唠，我会憋屈死。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我爸的忌日。你知道他在干嘛吗？看电影。心远，这是今年的年场，您尝尝。好消息！怎么了？耿会计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了？他承认了，当年陆润堂把李芳推下楼。确认了吗？这事儿？江子确认了。江子确认了。嗯。陆润堂呢？陆润堂否认，但是陆润堂肯定不会承认啊。耿会计的证词，我给你复印了一份。我得马上接一下检查。嗯，我已经看了大家的工作汇报。上半年呢，大家的工作完成的不错。但是下半年呢，不能松懈，要继续努力，知道吗？嗯。照片呢？没了。那你是否看到了陆润堂推李芳下楼？
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记得我吗？检察院的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耿会计的奶奶，她的住院费交了吗？啊，已经有人结过了。有人结过了？对，就是上次跟你一起来的那个。哦，谢谢啊。你现在哪儿啊？干嘛？我在办案。你等着我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我要问你件事儿。这是耿会计的新口供是吗？是。这是李芳的照片是吗？对。这两张证据，陆润腾一直否认，可是耿会计跟江海涛都承认是吗？这有什么问题？那你认为这张照片上的女人是李芳吗？应该是李芳。应该是。这是一个如此优秀的刑警口中说出的话吗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：耿会计奶奶的住院费是谁付的？是我付的，但是我没有任何目的，我真的是看老人家太不容易了，想要帮助他们。想要帮助他们？是。照片里面的人，有可能不是李芳。和陆润堂推搡的人，也有可能是别人。但是这耿会计他是一个醋坛子，他家就住在茶厂办公室的对面。案发的当天，他在监视陆润堂，平时他也在监视陆润堂。那张照片拍了20多年了，是有可能认不出来啊。张薇薇，你骗得了别人，可是你骗不了我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陆润堂得到法律的严惩，但是不是用这种方式。我希望的是用公正的法律来审判他。你太让我失望。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好，但是不能以这种违法的方式。你这么做是错上加错。检察长，以下是我对案件的建议：因为缺乏证据，不能认定陆润堂故意杀人，只能认定其过失致人死亡。因为陆润堂20年前过失致人死亡的犯罪行为已经超过了刑法规定的10年的追诉时效，检察院应该决定对陆润堂不予起诉。我准备和你母亲结婚，祝福我们吧。为了把我送进监狱，甚至送上刑场，你可谓是用心良苦。对此我理解，你对我的仇恨和偏见已经长达20年了，但我有没有罪，你要拿出证据，是不是啊，郭检察官？证据？警员，人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向上帝负责。我不会把所有的爱倾注到一个人身上，这就是我对爱的表达方式。希望你明白，你不能把你自己的爱情观强加到你母亲头上。我和你母亲结婚，希望你不要干涉。你是在寻求我的赦免吗？
爱卿是无罪的，就算有罪，也应该得到赦免。 你记住，能够赦免你的。 玉，今天天气可太好了。你说我们有多久没来过这儿了？三四年了吧。我们分开有三年了。对。那你想没想过，我们为什么会分开呀？没有。我想过，而且认真的想过。 我在找我们的一个共同点，现在找到了，就是对法律的崇拜。你这些天没头没脑的去证明，究竟想要证明什么？是证明陆润堂和你母亲之间有爱情，还是证明你自己有能力？结果就那么重要吗？没有答案，就不能理直气壮的去爱吗？ 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形形色色的爱情，有些爱情平等，有些爱情不平等。就像妈妈和陆润堂之间的爱情一样，陆润堂习惯欺骗，而妈妈明知道受骗却依然爱他。这就是他们之间独有的交流方式。现在我能理解妈妈的爱情了。不管怎样，只要我们还能爱着。 只要我们还能感受到爱。
这就是一种幸福。亲爱的妈妈，儿子祝您永远幸福。情。